们，很久没有拍魅族40 Pro 的视频了哦，刚好今天有个粉丝叫我帮他挑选一台，他要求成色要好一点的，这才是蜜颜色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盖是比较完美的哦，没有划痕，嘎嘎亮哦，这水珠也是非常饱满哦，这是玻璃后盖哦，如果没有水珠那种是反的高仿后盖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镜头也是非常不错，浴霸摄像头，它是采用了5000万像素的哦。我们看一下边框也是挺亮的哦，没有磕碰划痕。看一下这个屏幕，它是采用了一个6.76英寸的一个大屏幕哦，曲面屏。我们看一下它的，展示一下它的外观。虽然上是2人，但是它的外观依旧是非常的漂亮哦。来，显示效果也是非常细腻，我看一下，反应速度也挺快的哦。看一下屏幕有没有划痕，水珠非常饱满，没有划痕，也没有打过磨哦。看一下它的关于手机，已经升级了鸿蒙系统，Mate 40 Pro AN 就是5G 的意思哦，4G 版本就是 AL， 5G 是 AN， 7.9千处理器，8+256的哦。这粉丝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款？因为它是支持 5G 哦， Mate 50是不支持 5G 的哦，所以他想选择这一款用一下哦。我们问一下老板现在什么行情，老板现在这个什么价格？3700啊。如果那种有磕碰的可以少多少钱啊？少个300多吧。哦，现在市场我们拿已经降到3700的哦，非常有性价比的哦。我自己也在用这一款，整体还是挺不错的啊，信号电池非常不错，我们就帮这个粉丝拿下了。老板，我鸡肉串。Nice.